伫咱改革的精神，啊，真正真正台北市会当真大的发展，而且要做咱台湾民主最后的堡垒。但是大家有失望无？失望啊！失望无？这边失望无？讲实在，姚文智能够算算，包括柯文哲、丁湾，你们都需要反省，也无需要想到恁的声音啦。那是姚文智没出来算，柯文哲反正想讲过去四年，伊拢做甲这对，两派一家亲。就是见到了，葛市长，对你四年来，你面对中国的时阵，你并无让伊小可烦恼甲挂掉，等到你讲，等到你让伊，敢那敢那找着人，找到一个锁匙，会使拍开台湾的一个门。你真紧就退下，你做市长了后，这个乡城论坛去上海，这个乡城论坛，我问大家，那国民党时代有无共款无？有无共款无？在我看，拢共款。我要问大家。当年包括大家在内，咱民进党政客姚文智礼让，大家无私，彼当阵大家支持，有无共款无？民进党在政客面前是大家个支持，是为着，和你讲两岸一家亲是毋是？是毋是？其实这就是咱所有支持者对失望的原因。我为什么要讲这点？我要问柯市长，你跟国民党有啥咪无共款？我足想要亲嘴，听你来甲阮讲看嘛。九二共识。跟两岸一家亲有什么不同？如果国民党的丁守中是九二共识，如果国民党的丁守中是九二共识，啊，柯文哲是两岸一家亲，啊，选择丁守中就是选择九二共识，选择柯文哲就是选择两岸一家亲。如果民进党呐，这摆搁让你选，咱在座的，或者是搁较济台北市民，咱要选择啥？大家有当选无？有当选无？安尼台北市是毋是敢若看起来两种选择，但是同一种的选择，是毋是？所以大家知影，过去一年来。